你觉得这种沟通方式沟通效果时不时的断线，听不清楚对方声音，取消视频，取消视频，取消视频。我现在我们加速委员会，不好意思，我问的是大副委员，我问的是您，刚才我的问题是真的。我觉得通过现在这样的会议形式和他实际的会议，大家离场。我先翻译，你说人不要说，履行承诺，拒绝欺骗，这是你的事实。我就在这个事实的地方已经是这样的Malaysia is committed to show them this particular format and the results of this, and so we've decided to leave.